英方的所谓报告罔顾事实，颠倒是非，粗暴地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香港回归以来，中国政府全面、准确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香港国安法和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实施，构筑起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。在国安法律的护航下，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与自由得到更好保障，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不断提升，香港迎来了全力发展经济的最好时期，香港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地位更加稳固，发展前景更加光明。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我们正告英方要尊重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近27年的基本事实，停止干涉中国内政，停止包庇纵容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罪犯和乱港分子。